彻底颠覆认知。万万没想到，我国竟有一列设有五星级酒店的豪华火车，车身宛如百万富翁的移动城堡，即便是坐得起飞机，也不一定能坐得起它。不仅让国人惊艳万分，更让老外羡慕得直流口水。转发传递，祝福猫小凯带您了解这列神秘的中国列车。近日，中国一列超豪华旅游列车火爆国内外，它就是神秘的新东方快车，是迄今为止我国最豪华的专列。它穿梭在南疆、北疆以及新疆境内，最高车价达到了惊人的3万元。或许很多人纳闷，它凭什么这么贵？因为这不单单只是一趟列车，更像是进了一座会移动的豪华酒店。走进内部环境，简直让人叹为观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列车中包含了8节金钻车厢和10节蓝钻套房，装潢豪华精致，内设1.5米的豪华大床、超大景观玻璃窗、保险箱、全程空调等，所有在星级酒店里该有的，这里一样都不少。更夸张的是，列车还配备干湿分离的淋浴间，能在旅途中洗澡的列车，全世界可谓是罕见。甚至乘客在沐浴时还配备了专门的管家伺候，以防人们滑倒。更让祝福猫小凯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全列车标准载客量才134人，但车乘人员达到了50人，也就是说几乎每2人就有一名专属乘务员，简直称为列车服务待遇的天花板。不仅如此，新东方快车还拥有2节餐车，配备了会做100多种美食的世界顶级专业大厨，满足乘客所有的味蕾。更引人注目的是，火车内还有1节酒吧，除了提供酒水服务外，还配有咖啡座、电视、电影院、音箱、 K 歌、茶话会、弹钢琴，火车上皆可实现。可以说整个列车处处散发着高贵的气息，有时还能看到各种民俗表演。小提琴家盛中国都曾在中国东方快车上开过小型音乐会，让无数人拍案叫绝。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新东方快车旅程足足有15天，人们在这期间不仅可以看到可可托海、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泽普金湖杨林等，还可以在额尔齐斯河享用全鱼宴、探访西夏王陵、楼兰古国、踏遍古丝绸之路、感受千年的人文景观。如此完美的火车之旅已经完全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彻底颠覆了人们对火车的印象，简直就是人间天堂。顶级奢华，我国专属，如此神秘豪华的列车实在太让人心动了。不得不说，我国列车总是刷新人们的三观，创造着绝世仅有的列车服务新高度，让世界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然而可惜的是，知道这列火车的人少之又少，娱乐明星刷屏全网，这样一座碾压全世界的顶级列车却鲜为人知，实在太让人寒心了。今天不管你有多忙，祝福猫小凯请所有看到视频的人都能为我国绝美的顶级列车转发宣扬一次。如果您不转发，他不转发，又有谁知道祖国这列征服世界的豪华火车？谁能体会到祖国的日渐强大？转发传递，让全世界都看到豪华的中国制造，感受造福千秋万代的中国大工程。